原标题：毛主席深陷包围，身边只有百余人。这个胡子救了他。1947年3月上旬，胡宗南率20余万精锐部队猛扑延安，当时彭德怀手下的西北野战军还不足20000人。为了确保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，他建议毛主席东渡黄河。经过考虑后，毛主席认为自己留在陕北对全局有利，这样就可以把胡宗南的大军牵制在陕北，从而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。毛主席在陕北就这样，毛主席和周恩来、任弼时等人率领800多人的中央纵队留在了陕北，在陕北的山岭中和胡宗南捉起了迷藏。此时负责保卫毛主席的是中央警卫团，虽然号称一个团，其实兵力还不满4个连，人数大约在300人左右，武器大都是前线部队淘汰下来的陈旧枪支。看到这里，也许会有网友认为小编瞎说了，中央警卫团肩负着保卫毛主席的重任，怎么会装备这些破旧的枪支呢？毛主席和彭德怀，原来这是毛主席本人的决定。他认为中央警卫团在通常情况下是没有作战任务的，应该把最好的武器留给前线作战部队。后来彭德怀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，就私下里给警卫团送了一批缴获的美式卡宾枪，但数量很有限，因此中央警卫团整体的武器装备还是十分落后的。胡宗南幸运的是，在最初的2个多月里，胡宗南并没有发现中央纵队的踪迹，直到1947年6月上旬，当时中央纵队驻扎在王家湾，毛主席在这里处理全国军情和中央日常事务。由于往来电报频繁，电频被胡宗南侦破，他断定中共首脑就在王家湾，急忙派刘戡率4个伴旅奇袭王家湾。刘戡认为这是天赐良机，如果自己能捉住中共首脑人物，那么就在蒋委员长那里立下了不世之功。因此他不断地催促手下前进，很快就来到了四湾。四湾和王家湾只隔了一个山头，中央警卫团在这里放了警戒哨，因此刘戡一到四湾，毛主席就得到了消息，中央纵队连夜转移，冒雨来到了天赐湾一带。但刘戡立功心切，率部一路追赶，怎么也甩不掉。无奈毛主席只得和中央纵队隐蔽在一条狭窄的山沟里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和任弼时甚至做了最坏的准备，约定在万不得已时，3人从3个方向突围，哪怕一个人突出去也是胜利。毛主席和王震危急关头，敌人背后突然响起了猛烈的枪声，王震曾被毛主席称为王胡子，率部及时赶来了。黑夜中刘戡辨不清虚实，害怕自己中了解放军的埋伏，率部匆匆撤离。那么王震是如何来的呢？原来刘戡出发不久，彭德怀就得到了消息，他急令王震率领一个旅星夜兼程前来来救援。由于王震的及时出现，中央纵队才转危为安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